謝錦仔 KV 同學的演出節目五南華高士舞蹈組活力無限夢想綻放一個包含的音樂美學舞蹈體操元素相結合的表演特別注重小學生的體格發展舞蹈中注入了當代的藝術令到舞蹈者增強肢體動作智能統整和發展舞蹈中更加可以提升相互間合作團結的精神有禮、關愛、好學的精神將中華優秀品德、孝道傳承下去並化身成為活潑可愛小蝴蝶用美妙有趣的舞姿表達對長輩的尊孝之心暖暖的愛意飛進長輩們的心窩裡面請大家齊嚟感受和欣賞小乖乖對爸媽的感恩愛意啦
的。从而不争同他们练习。有一天邻居告诉他们